品质保证啊。那个产品就不要。他有点什么？不呆嘛，他是这么跟我讲，说话不呆。哦，不呆嘛？为什么他要说不呆？我是说那个不呆。我因为他不呆的人，我呢还出来了。哈哈哈！对啊，莫一个还是这样说你弱啊。很莫测。
非常紧张。